当你入眠，我才正要开始想念。晚安间，复习今天的字里行间。一个人勾勒着两个人走在一起的画面，多耀眼。一遍又一遍，直到太阳碎念，没有人心疼你熬整夜。我的夜晚是不是你的白天？最想念的人怎么总是梦也梦不见？你的夜晚是不是我的白天？每通电话都是未接来电，永远听不见。听不见，永远听不见，永远听不见。当你入眠，我才正要开始想念。早安前，我能做的也只剩想念。细数所有的优点，尽量确定你依然在第一名蝉联。直到黎明曙光透过窗帘，残忍的刺伤了我的双眼。是不是你的白天？最想念的人怎么总是梦也梦不见？你的夜晚是不是我的白天？每通电话都是未接来电。